见面。你是为什么迟到啊？一个红绿灯走了三十来步。真的吗？他一点吃饭，你一点出门。没有啊，12:50出门。靠北。啊，你要推荐，你要推荐大家。酸酱牛小排3500。介绍连回拜了，哎，这弟弟才国中毕业而已是吗？哦，那就困难了，他让你找个小太极哦。然后他不进来是怎样？安全帽哥，哎，可以，来，台哥看我，台哥配合，来，1、2、3。好，来，路上小心。你们好 Q 呢。